那个哪边有新的团队吗？我想要换个团。这是我们团这个团本第二次集体心态炸裂。接任务，好了，开机。好，开。炎狱之主的败北见证。弃了身为审断者的重大职责，所以要承受永恒的束缚。你的疯狂行径危害了整个生命和死亡的循环。为什么，祖儿？你为何变得如此偏激？你守护的一切都注定灭亡。一个分裂的宇宙不可能对抗将来的命运。哦，他变回原形了。哇，他机器人哦。这个动画我们可以得知几件事情：戴拉瑟斯一开始就想要搞事，一开始都坏坏，对，也一直只是被带坏。然后身为审判者，没有牙齿的剑宝，看牙有够黄的，怎么会这样？好多人都这里，哇哦！稍微在一楼晃一下，你可以发现大部分的灵魂都是夜精灵，因为夜精灵跟希尔纳斯的丑闻。他就是那个九品芝麻官尾巴，不是那个大人们都被关在车里面，然后被丢高丽菜。希瓦纳斯风行者，现在开始执行你的审判。的确啦，希瓦纳斯的确做了很过分的事情。他把世界之树都烧了，他为了要送更多灵魂给他来懂真正的正义。夜精灵灵魂，我是依据自己意志行动，而我会承担所有后果。我们要去找查因娜了。泰兰达与风作主，你在耍什么把戏？你要晚安，烟塔。追杀的那个希瓦纳斯绝对不会把生死交给敌人决定。这个犯人现在是我。阿强有来。带他过。要把他推下去。就是冤，我觉得这招不错，希瓦纳斯他很懂政治。都被你送进那个地方受苦，他招丢给泰兰达，别人不会有意见。然后泰兰达现在压力在他身上。就是安杜米娅，晚上好，老朋友，好好看着他。啊，就自己跳，我也常常跳。对。这哪里算惩罚？这个游戏很棒，游戏配乐也很棒。哦，风牙出头了。终于够格了吗？风牙有很黑吗？你说他本人吗？不是说他本人，还是说他的鸟？我没有看过他本人啊，所以我不太知道。他本人跟他的鸟听起来，你好像在讲同一件事。没有，我是说他的那个。你现在怎么讲都怪怪的，怎么办？才怪怪的，去才怪怪的嘛。因为我用减伤哦，主要是打小怪哦。没差啦，反正现在就是废物。老布，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，为什么你要说你自己是废物？因为魔法被砍烂了，所以是暴雪的问题吗？不是，那是你要他怎么回答？他不一定被砍烂啊！啊，来不及！我来得及，来得及！陷阱哦，来得及，来得及，压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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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压掉，不准闪，不准闪，我的刀不准闪。哦，西大妹的圈旁边玩。我跟你讲，小乐刚刚做了一个操作，我差点眼泪流出来。他被陷阱抓的时候，他直接冰箱，我差点就哭了。好感动，我也快哭了。那时候我
他以前都是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现在被关在里面啊！那个车要来了，车要来了！他以前会这样子好吗？差不多。音量都模仿的很像。三寸裂去撞，做到胶了去撞。有三个不吗？我说你刚有喊。先把掉，打掉了。哦，哇，终于没有死掉。没有错。强化精华，哀伤碎片，又拿到一个哀伤碎片。哎，对，今天应该也是到十二点，陪他们打一下。对不起，问一下，他这个去哪里换啊？直接用这个电脑。我躺着拿到装。你知道至少你没有一个礼拜三件。有人一个礼拜四件，你觉得嘞？我可以问一下是谁那么晒吗？有我呢，我跟头号。没有我、啊，谁？现在已经还剩几个王了？剩两个哦，今天有可能打得完哦。我觉得先打不完。哦，了解。那只应该是最后一只了吧？对不对？我们今天的。对，对啊。今天最后一只。这一只你们过了吗？过了。哦，这一只上一次我也没过，上一次我打到十二点，然后没有打，没有推倒。3、2、1。谁对他用伊路恩之怒？我的天！是套装效果。哦，原来是套装效果。不会啊。这个好明显哦。伊路恩真是最好。伊路恩之怒。他那个问题唱出来。可是变成友方就没有伤害啊。有一个战斧要火水。要火水吗？拉开哦。A little longer than a few minutes later. 太多了，没事，继续。那个老易，小鱼，老易跟老鱼跟老木，小鱼三票，小鱼三票，那就是小鱼跟老木。你要继续打还是怎样？继续打，放掉吧。你要放掉吗？要有200多万打不完啊！怎么可能打得完？不对，我们坦奇，那坦奇跟打完。不是啊，我怕马尔加斯都会吸药血。加油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。不想回家，这是我们团这个团本第二次集体心态炸裂。我第一次团本看到最后剩下四个人这样子过关，我第一次看到这样。然后我已经看到过关，两个。今天就先到这边啦，啊，感谢各位啊！魔兽世界的故事任务到今天告一段落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没有通关所有的王，接下来我们还会再敲一天，我们把所有的王通关。啊，先跟各位道一声晚安，明天见，晚安，拜拜。爱你是错误，你不用说，其实我的心内嘛有数。感谢你的收看，别忘记订阅加上小铃铛，老师实况台，感谢你的支持。